身边的这个健康安全等等有关系的是，水塔会常常定期清洗，但是你家里面的自来水管10年、20年甚至30年都没有洗过半次，里面到底囤积了多少的污垢呢？我们现在要找到一间这屋龄10年以上的公寓，由记者带大家来看看一般家里面的水管到底干不干净。这就是家里头自来水管中所流出来的水，你以为看起来很干净吗？我们现在就来做个检验，把水管里头的东西洗出来看看。利用特殊的清洗水管仪器持续操作以后，流出来的水还会是透明干净的吗？现在就来倒数3、2、1。特殊压力清洗过后，咖啡色的脏水不断的暴冲出来，家里小朋友吓得不敢走进浴室了，屋主更是看傻了眼。还是不敢相信呢、啊？为什么？怎么可能那么脏？你这看起来像什么？脏，就好像在搓水肥一样啊。原来家中的自来水管线早就积藏了成年的杂质，经由特殊的加压气流才把这些顽劣的污垢通通清出来。只要超过5年以上，通常水管就会开始起锈。看看这些脏水，要是没有定期的去清洗水管，您用起来会安心吗？你看，今晚黄丽婉、李佳欣台北报道。